就把它抱出来。对啊，你抱吗？我抱你，抱你。他可能在找人。哦。我在开车，然后他先从一个头跑出来。他这是在看风景吗？等一下，等一下，快红灯了，你不要给我冲出来哦。好可爱的吧？它是一只美的短毛猫，超可爱，而且它有够听话。听话吗？啊，原来它真的很听话，它钻进去了。好，我要把它关起来，不然我怕等一下倒掉它就跳出来，我吓死。有够可爱的啦，哦，好想养一只哦。OK， 各位，我已经把银宝带回来家里了，来隆重介绍它一下好了。它主人说它其实蛮胆小的，超可爱的吗？来这里住两天喽，哈哈 ，Hello， 他现在正在探索，哇，他跑掉，银宝来，哎，他其实还蛮大只的，他现在在照镜子，哇，他真给我跳上去了，好险，好险，他主人说他已经。两三天前洗好澡，钻进去，为什么要钻进去我的床？脏，哎，乱呢，都是我的衣服。他可能有点紧张，看是谁？是米虫，看一下他的表情。是不是它长得很可爱吧？它长得那么漂亮，而且它超乖、超可爱。它在干嘛？探索。对，它还在紧张。它的名字叫银宝，银宝善存的银宝，金银财宝的银宝。银宝。对。银宝。它现在还没有猫砂盆。哎，找怎么办？怎么办？我就在想办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我们现在来隆重介绍它一下。它是美国短毛猫，它的名字叫银宝，金银财宝的银宝，银宝善存的银宝。然后它是男生女生，它是女生，已经结扎了，超可爱，而且它很乖。它的主人说它都会跟人家撒娇，而且睡觉的时候想要人家陪它一起睡，超 Q， 好好哦，好想养一只哦。本次影片的计划应该是要让妈妈看说我们再养一只猫会有怎样的惊喜，但是看来真的会有第二只猫，超可爱的。请问你有跟我们家的大主人小青讲吗？没有。那你有没有想过小青的感受？没有。好，我们现在来去突袭皇帝，因为皇帝今天在家里，所以我们带他去见一下皇帝。喵，要跑吧？他都不喵一下，好想听他喵，这怎么叫？你喵一下。啊！他叹气，他叹气。你看一下。哎，小心。小青，小青怎么变这样？他就染颜色啊，真假的？不能吧？猫可以染吗？他的第一印象是吓到，然后哎呦，很可爱耶。对吧？哥哥养一只，哥哥养一只啊。需要这多少钱吗？这只多三万多块。这只要钱哦。这只要钱。这只路边超多的啦。三万多块。对，来来来。这只路边超多的啦。最好是。真的，路边很多这种白猫啊。它不是白猫。对，啊，不然这是什么？它是美国短毛猫。美国短毛猫。美短。养一只。啊，野二这个眼神，三万块的眼神。对，它超乖的。它超乖的。超乖。今天的影片主要的重点就是要带一只宠物回来给妈妈的表情，看它会是怎样。因为妈妈通常很讨厌。原地发疯。对。你觉得妈妈会原地发疯？它一定在那边靠北，绝对靠北到底。这个摄影师只在乎猫猫，他只一直在特写猫。对，现在全家人看到一只新宠物进来我们家，你有想过小青的感受吗？现在就等皇太后起床，看到他
会有什么反应吗？等影片主角是皇太后。他躲起来，他已经躲起来了。他应该没看到，对不对？他有看到吧？他没有看到吗？银宝现在是在求救吗？银宝，小青，炸毛啦！小青很好奇，没有，他是生气，他是生气。你看他狂吻，那银宝太放松了吗？是快睡着吗？家的主人 VS 入侵者，他超生气，小青。吓到我了，云宝，你还想睡吗？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生气耶！我以为他要咬我，他应该是真的快咬到你了。他是不能接受家里有第二个猫吧？我们让小青离开，你觉得怎么样？好，我怕他会出事。来，我们先请你离开。看来我们离要养两只猫还有一段距离了。没错。他是觉得说，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是不是没有事前跟他讲，没有跟他沟通，所以他才无法接受家里有第二个。那他的话是因为他本来就还有另外一只陪他作伴，所以他可能就想说。在生什么气什么之类的，完全没反应呢。他可能是干嘛生气？月经来哦。没想到小七会这么生气，我想说他会只是很好奇，然后闻一闻、舔一舔。没有，他竟然超生气的，整个大炸毛。第一次听到他这么低吼，而且张牙咧嘴，超可爱。银宝见小青的第一面，对不对？对不对？但是银宝无动于衷，真的，他就直接待在这里。欢迎我们家的新成员， yeah! 新成员，新成员，觉得吗？对吧？三万块，这只三万块，搞用出去哦，招财猫，搞用出去，新成员，没有啊，新成员啊，搞用出去，没有啊，新成员，搞用出去，赞成他留下来的举手，哇，哦、我还接受哦，这是我们家多数决决定，我无要接受哦，他叫大青。我无要接受，猫医生，我们家不欢迎你。他是你家老店去吃，先煞人家传他出去，较好看。可是你看他很可爱。传出去。阿妈说可以。可你的头啦，那么不要抓阿妈刀吃。不行啦。你抓阿妈刀吃。他想要在这边啦。无，那么你就传给恁家，莫放在遮。阿阮刀在遮。那么想要人家拢传过去，较好看，好传过去哦、喔。我无法度接受个饲哦，我来讲哦。为虾米？你要给我一个原因啊！我感觉皮这条毛尴尬，你拍枪拍枪拍枪，我扛起拢免做。那有？害羞。出掉你出来个妖！你搞出去，我不爱饲。那么你再条你带到恁家饲，莫放在家。啊，无叫你饲啊！北吧，啊，就这样哎，我去外面带回来的。OK， 各位，我们影片差不多要结束了，他还是搞错出名啦。我袂接受哦，我袂使搞起哦，我跟你讲，我真正会毙命哦。蒙姐，我这外公我有啥要蒙姐？我无要饲哦，我跟你讲，莫搞我留在厝的哦。啊，你有在条，你就来传给我。没事没事，你有我们。今天带宠物回来的第一天，妈妈就是这样子的反应。我们会记录每一天，明天再问他一次。搞什么问题？好，我们影片就
就到这边结束啦。来，猫医生，你在最后你还是没有猫哎、欸。她是女生哎、欸，为什么猫声要这么大叔？对不对？人家是可爱的小女生哎、欸。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哈。我们接下来她就会还给她真正的主人了，毕竟我们家妈妈不同意。我不爱这么凶哦。小青也不同意。好了，拜拜。